520广州心动时刻音乐会，严明熙越来越会和台下观众互动了。与两大天后容祖儿、杨丞琳合作，直至严明熙人气扶摇直上。参加内地节目《生生不息》后，在内地圈粉无数，已荣登乐坛小天后宝座。年初接连登广东卫视及央视邀请，登上两台春晚。5月20日与容祖儿、杨丞琳合作，在广东开演唱会。此场馆为全国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的主赛场，可容纳高达80012名观众，坐满气氛，相信非震撼。直至年纪轻轻便可以有这种演出经验，实在非常难得。严明熙献唱5首歌，包括《大开眼界》、《最牵挂的》、《我中意》、《今生今世》、《好想约你》。每一场演出，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，许多人为留下了赞美。虽然年龄和事业都还很年轻，但芝芝的声音却非常励志，让听者沉浸在与外界隔绝的情感空间中。芝芝身着非常漂亮的裙子现身，芝芝可爱，这让粉丝们更加兴奋。不过，也有粉丝担心她长时间穿着那套衣服表演会发热。5月20日晚的演出进行得异常顺利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希望下一次是芝芝的个人演唱会。感谢您收看 Mon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